国足球金童贝克汉一家在网络上享有高人气，家族成员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。近日，小妹哈珀即将迎来12岁生日，妈妈维多利亚大手笔在精品旗下的咖啡厅为她举办了生日派对。当天除了常驻美国的大哥布鲁克林缺席，其余的家庭成员都到齐了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，哈珀身穿紫色缎面洋装，脚上踩着球鞋，展现青春活力的样子。而她身上的精品包包价值台币11万，小小年纪就拥有腰价不菲的精品包包，令网友们忍不住惊呼：贝克汉家的小孩真好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从小就备受瞩目的哈珀，如今长大成了少女，未来的曝光度只增不减，早就被外界看好将会成为多个品牌的宠儿呢。